立法委员林明进、水利乡长江良汉、关议员陈小辉以及地方人士，拢纷纷提着香来祭拜，祈求工程会当顺利完工。水利乡民和川北小埔水圳，十多年前受到桃子洪灾的破坏，当地农业灌溉是受到严重的影响。无水吼，就做无头路啦。吼啊，有水吼，阮遮吼要种植吼，以后要布田、要种菜、种啥吼，水嘛无问题吼。啊，对阮的地方发展会足大。啊，咱这跋涉水圳呢，会将影响啊。咱民和川哦，这两百几公顷的这农田哦，这个灌溉问题哦，而且对台东桃竹台风啊，到即摆十几年啊，拢无再来去实现哦。在这十多年来，水利民和川有两百多公顷的农田，原本会当布田种稻啊，不过全拢因为灌溉的问题，只会当改种作青叶甲鸡鸟。这段期间，嘛，予当地农民是叫苦连天。因为多年来都是缺旱这个水吼，所以农民呢来吼改造。改建吼来种植这个鸡鸟，所以咱即摆咧啊，这个水圳拿来完成以后，会当和民和川来做一个吼多元化的栽种。较早咱民和川会使讲，较早土名叫白石埔吼，是咱水里乡的米仓吼，是咱水里乡的米仓吼，较早拢布稻啊吼，但是这几十年来拢总无水，所以讲地势甲民和川的水田拢无法度好布稻啊吼。白石埔水圳的修复工程，终于伫今仔日要开始动工，当地农民是相当期待会当早日完工，和过去民和川所出产的好米，会当再现风华，重新建立早期的好名声。啊，今日来已经来开工典礼吼，啊，开始要来做啊，啊，希望这个水圳哦，更加做好，啊，让咱呐，这个地里吼，啊，甲民和啊，啊，这农田哦，会当有真正充足的水来，让他们灌溉吼，啊，让他们种下蔬菜吼，稻田呐，能够吼，多多有水源呐，来供应哦。水利乡民和川的农民是抱着相当期待的心，一直等待北小埔水圳的修复工程会当早日动工。十多年的等待，终于等到今仔日，当地农民欢喜的心情是完全感受会到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